都给你掉外面了，一会儿地下重拖一下。嗯，我看看你丈母娘吃饭。啊？刚才说是媳妇儿还没搞定呢，丈母娘呢。嗯，你看，听她躺着去吧。这你不用着急了，不用太狼吞虎咽了，都你的。掉出来的你也没有吃干净。哎，我家 AU 啊，最令人心疼的小 AU，其实他来这和女儿也不行啊，跟女儿也无话可说。嘎子，你咋又跑回来了？你去追宝宝去吗？啊！啊，去厕所。那里没有猫砂盆啊？你 还行啊，哎呦。哎呦，要自己吃，吃的还可以。啊，难得看到，哎呦，这么大口大他口在的，楼上，也得单独给他吃。对，一起吃的不行，他，他不愿意跟别人一起，嗯，跟女儿都不愿意。别人一走了以后，你看多能吃。嗯。性格有点特别，好在两个女儿还可以，比她性格顺。吃完啦，嗯，好嘞，我帮你收拾地上的撒出来的，这些他们一半都没吃了，放在那儿晚上性格吃，也吃不了多少了。浪费。你有时候以后少放一点，吃完再添。宝宝，哎，下来下来，嗯，来，哎呦。过来能吃点不？我记得你来那天来之前，我就喂的你这个玩意儿。东张西望的，你不用害怕，能吃就吃，别客气。总共就三只猫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哎呦，你瞅瞅，哎呦，太好了，他们走了，你吃吧。能吃吧？哎呦，吃点吧。没事儿没事儿，你女儿和嘎子去外屋了，你能吃就你吃啊。也许他们对这个口味不是很喜欢，你女儿闻了一下就走了。这个是鸭肉的，生骨肉熟肉包，里面有鸭肉、鸭心、鸭肝儿，还有点鸭蛋。啊！哎呦，这谁来了？这不还是宝宝吗？你瞅，哎，你真你瞅。哎呦，咋哎呦，那不女儿嘛，跟女儿一跟起女吃儿吗？在一盘里，怎么的就，跟谁都不亲呢，你这个，你咋那么孤僻？咋办，宝宝？那你吃吧，你什么也别给妈妈留脸了啊，不是留面子了啊，能吃就吃，鸭肉的，他不爱吃。你瞅你。走路比鸭子还慢，他把 AU 抱下去让他吃。你把门关上，让他先吃完，你给我再开开，省行得吧。一打搅他吃不好。哎，把门关上。哎呦，上来。哎呦，下来吃嘞。嗯，哎呦，接着吃啊，接着吃，好不好？来，哎呦，哎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啊。他们都走了，都走了。你吃，吃吧。我上门口给你把门，不让他们进。哎呦，你就应该多吃点儿。你瞅你有点营养不良了，毛长得都不柔顺了。这是鸭肉的，清火。你最近是不是有火呀？在楼上老被。其他猫欺负你，最好能吃掉三分之二，剩下三分之一，嘎的和宝宝，他俩也不一定能吃不吃，吃也吃不了多少，吃的不了多少，你就多吃啊。咋了？不吃啦？啥子也不爱吃，小宝也不爱吃，就放门口吧，放
门口等了，哎，又想吃再去吃。嗯，反正昨天那些都没剩，后来估计都是，哎呦，因为胃口还行。哎呦，这不是你的真实饭量啊！哎呦，这回反正可能顿顿都大鱼大肉的，是不是吃不下去，有点腻哈？换着样了，让你们吃，反正啊，争取吃出腹肌啊，胸肌，啊，那不爱听了。好了，我把这肉拿走了啊。